因为首先是台北县政府希望将鸭母港沟打造成为一个美丽的清水公园，目前第一阶段正在进行护岸工程，不过却有民众发现护岸工程的美观和安全似乎无法兼顾，工程品质有待加强。台北县政府为了整治芦洲鸭母港沟，目前正进行第一阶段的护岸工程，预计将在明年四月完工。不过附近民众却对施工品质提出质疑，频频向市民代表反映。做在这的做吼，因为对于咱这个时间吼，感觉有一寡疑问，因为感觉讲咱这边就左右岸吼有一寡杂草跟一些树木吼，啊，伫个时间有时安怎咱也无甲清除掉，直接埋在下方。按来讲，对于以后来讲，这地基是不是也湿？实际观察工地现场，确实有许多砖块、工程废弃物以及杂草、垃圾等散落其中，让民众不免忧心，也期待工程单位可以做更严格的把关，让护岸工程不仅美观，更可以达到安全耐用的需求。TVBS 新闻沈秀敏、美惠，芦洲采访报道。